老佛爷赐婚是福还是祸？你敢拿脑袋试试凭什么吗？无耻贱妇，你敢辱我旗人！被迫休妻弃子，报效朝廷。是休妻还是造枪造炮？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女群起革命，家破国围。只有推翻中国人在这世界上，才能活出尊严。个人融入枪炮大业，他该如何抉择？1月30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枪炮侯。